它要爆炸了。啊，加油！来。然后呢，其实有一些误会，就是很多人可能会骂我，然后说，然后因为之前你有看到过我的照片，然后你说嗯就是还挺好看的，然后就是几年前，然后呢就会有，就是几年前的时候，我吗？对，你有看到过我的照片，然后你可能不记得了，然后呢就会有很多人说我是你前女友，但是并不是这样的，所以我想解释一下，所以我想解释一下，嗯，对，然后也希望你帮我加加油。哦、唱首歌，先解释一下，对。对呀，我没听太明白，是说我以前有。就是你以前有看到过我的照片，是个军装照，然后是也是我朋友给你看的，然后。谁呀、啊？梁希斌啊，就是王丹平的老师，王丹平老师的学生。你连他也不记得，记性不太好。好吧，没关系，随意点，就是。对，好，那我们来，我要破40万啊，这么高啊，那就，好，唱，我要唱歌吗？好吧，唱首歌，帮我的学妹啊，合唱，好，合唱一首歌来帮我的学妹拉票，你。